随着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风靡全球，逐渐唤起人们对正统文化的重视。由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主办的传统文化与新思潮研习课程，目前已经获得教育部合可研习实数。周六的首场讲座，吸引了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公务人员前往聆听。一位来自中国的师范学院教授在听后表示，演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，深受启发。 传统文化研习课程第一场在星期六于台湾大学图书馆举办，由建中美术老师周怡秀、整民分校舞蹈艺术顾问曹翔等人主讲，从美术、舞蹈及宇宙观切入，谈正统文化对人和社会的影响。 故宫博物院研究助理邱新贤老师援引多个历史典故，打破现代人认为看得见才存在的迷思。他为什么有办法切那个牛的空隙？ 重点就来了，那也是你看不到的部分啊。主讲人之一的宜兰大学教授徐凯雄认为，科学研究者若能以人文思想、神传文化为思想出发，方能对自然有更全面的认识。科技工作者，他立足点，如果只是着重在一个纯物质的环境里头，却很难去。 得到的一个这样的经验跟突破，所以我觉得，不管今天是哪一类的一个工作者，我觉得，传统文化里头的价值是历久弥新的。 在幼稚园工作的安老师表示，过去很少有位老师开办有关正统文化的课程。听闻这是研习，十分欣喜。我们想要告诉学生、告诉孩子的，其实是怎么样去做一个很纯净的，就是说把你自己内心、你最纯净的那一块，应该要把它散发出来，而不是学一些表面上的认知。 另一位来自中国，目前在台大担任访问教授的杨教授表示，演讲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，听后十分感动。研习至2月底将在各地开办，参加的公教人员均可获得3小时的研习时数。透过师者，期盼正统中华文化在台湾复兴。新唐人台电视吕富展、林瑜，台湾台报报道。